痛苦，但是我自己但是我就算太多 Just every pick 上下次我记得我记得就该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不要说跳着吧大神，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，欢迎观众准时观众挑战吧大神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，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上脸书粉丝团报名就可以了。来，马上欢迎我们第一位，上一集呢就给我们挑战成功了，来欢迎张颖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颖。哎，你好张颖。上一集赚多少？张颖没有赚，没有赚到。你好像有赚到一样。没有，输你了。输我了。对啊，对，那个表情好像我是他前夫一样。负心汉，过分。加油了哈，张颖啊！哎呦，今天说就是姓张的都来了啊！哎呦，开了新节目，来欢迎七慧。大家好，张颖好。所以我开了新节目，终于我的出道22年来第一次。你主持？主持。天哪！独挑大梁，独挑大纲。哇，而且独挑大纲，独挑大纲。你确定你要独挑大纲吗？我的这节目的这节目的大纲是他草起草的。每次看到哪个我就会撇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自然而然的撇音。你少来，真的，你是每一个节目都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你以为没有看过看电视啊？好，然后呢是在霹雳台湾台，然后是3月14号已经播了，然后是每周一二的6点到7点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对，然后那个节目叫节目啦，对，越来越好玩，美食跟越来越好吃啊。张青。故意，他故意的，我没有故意，加深大家的印象，还可以增加描述，越来越好吃，然后是音乐跟美食结合在一起，对，就很荒唐的一个节目，但很好玩。的确是蛮让人耳目一新的介绍方式。你确定你们制作单位要找你来介绍你节目吗？嗯，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。希望大家哈，有多多支持，好，谢谢。第三位唯一的男生，好，黄义超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哇塞，哪个好？稳重稳重的哦，义超，哎。印钞票，我的黄印钞好，这个名字好啊。印钞从哪里来？台北新店那里。哦，那还好。常看我们节目吗？偶尔会看。哎，讲的什么话？就常看就好了嘛。接话不会接，对不对？啊，常看我们节目吗？常看。好，好。OK， 今天是唯一的男生了，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！欢迎。好了，最后我是文文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好像我们邻居小女孩文文啊，我问你满20岁没有？有有有，满了满了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看不出来。毕业了吗？毕业了。毕业2年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没错，你是面相达人呢。看一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还没有找到工作吗？对，找到了。要再问一次吗？我们要不要先对好来一个？我们都是假日录啊。好了，我们叫四位加油啊！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山全体来。来了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山全体了啊！这是今天我们的卫冕者啊，张一啊，那个今天是挑战第一次啊，这个大家加油了，来开门。行，我看。对对对，放在这边。哎，13，来看四下的牌，张一的牌。来，好，黄玉超。子墨。张启威。哎嘿，文文加油。好嘞 ，Go。南方。东，南方，东，发财，北风，白皮，北风，鸟。火花，哎呀，哈哈，气势，花有台，对，小地方，好惨的海底，对啊，两两只鸟，真的，刚开始要急，红中，一个人玩，碰一个，白皮。大学都在打麻将哈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八条。我知道太多了。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？一条，谢谢。哦，这个真的很难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就是要让我。哪里会难呢？
一定要说你会打麻将。九十五。对，哪里难？胖一个。因为你在我旁边压力真的很大，我很每一个朋友都跟我说，他们来上这节目，你站在他旁边，他快猝死了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这个位置，很恐怖的位置，对，高，吃，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碰，九位，先拿进，先把牌拿进来再吃碰吧，好，猪血糕去碰那盘，你要不吃也是自己的，哎呦，赚到，赚到了，我们这一家油饼。哇，完了，你听牌了，你那么厉害哦，白皮，真的是，哇，鸡，鸡要被打完了，小阿仔告阿仔了，我知道了，七索，八条，二条，北风。五桶，三万，白皮，吃，一万，随便放。他打的，他踩你，他打给他碰的，碰，不该唬我，不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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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桶。八万，当你会打牌是一个大姐头的气势。八条没有啦，四万，一四万一条路，二万，七条。我尽量为你。四头。对。对。庄家三花。门清。门清三台。好，风风相吹，第二把来，一烧庄家。十六，好，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庄家预烧的牌一，请欢迎。嘿，文文的牌，耶，张一，加油。来，预烧出菜。西风，西风，东风。张奇辉刚才的牌起的就漂亮，好美哦。东，还进到开心节目，运都来了，你看。哎，托你的福，不要不要托我，真的啦，不要被拖走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一头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最讨厌人家，最讨厌人家讲托你的福。原来不是要谢谢你，因为你我觉得你一直很鼓励我。哦，白皮就是对。其实没有，我蛮嘲笑你的。没有，但虽然我一开始很怕你，但其实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你了。真的吗？对。送你一张牌，好。哦，所以你要送我一张牌。对的，我也想送。送妹妹一张牌，那我吃一张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你这把会虎，很有礼貌。好，一万，好孩子这样。嗯。你大学麻将要学的不是很好哦。他没有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走。北风。黄忠，一万，发，九筒，九饼，九条，一万。这真的很难啊，哪里很难哦？你们这讲的观众会都会骂。哎呦，舍不得噻。对啊，舍不得。打麻将不要舍不得。真的哦，好，我会谨记您的话。发财，对风，
皮很冷哦，我好热哦。两种，两个心情。酸痛。对。对，你要背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背。奶奶，奶奶呀，谢谢。松松。小饼。七万，黄了啦，这个牌。看好张齐慧，六万。黄了。那没涨，涨。哎呦，吃我的牌。二万。黄了，没牌了。啊，七万。最后一张，等下，等下，牌倒下来。哦，来，你听什么？对倒，没听呢，没听啊，一见听，没听，没听，也没听，没。来，一四条，还有最后他，他有，没有，没了，四条没有了，没了，三张没有，四张，知道吗？空空，四张，空空，没有了。这我干完你才听的，没有。你那牌七少八少，这个我不太懂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条，嗯，他去吃五条。对，你不知道你这么搭载一大堆吗？那一吃的牌都乱了。十五条，嗯，一二三四条，他打你打五条，他吃的那个牌还有很多搭子要吃，要上，吃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下次不吃了。好，来黄庄，好，东方三星第三把，来张齐慧，好，黄家。十，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庄家齐慧，耶、yeah ！文文，嗯，来张一，还有，好，玉超的牌，摸一把。来出赛，北风，北，西，东，西风，西风。东风，东，哎，中哦，哦，东风，你在干嘛？他说中，东中为，他说中风，他说中风，中风，我听成南，我也听成东风，对，对，要看中风，打麻将要看，知道你要放中中。哦，旅游，你再给我一张。好，九条。九筒。五饼。胖伟一个。四饼。对。哇塞，要补了，这个牌可以打到五啊！快倒下来，快倒下来！多亏上家了啦，真的。卡二万，卡八万，他当打那个九条，他马上摸个八条，我太难了。嗯，好，嗯，庄家，你的庄家嘛，哎，对，我的庄，好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了，报告四家的分数啊。目前最高分的话是齐慧6400分，他胡了两把嘛。下家文文没事5000分，张一因为放了两炮，现在是3600分。一超的话一样没事哈，5000。反正你们两个下的是第二，维持第二名，所以你一定要胡就对了。对，而且你要胡，还要胡他。要胡他，要胡他，要胡他至少两台，最起码胡他最起码要两台哦，要不然就要拼自摸。你胡他们两个都没用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胡这两家哦，胡这两家至少两台就可以了。哦，他们两家两台，对。好，来你的庄家，好，加油。来十二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稳稳的牌，来看张一的牌，无聊。好，玉超，摸一把。起沸扬，超美的。那张一好像已经放弃了啊。对，啊，他那个表情，来文文出赛。红中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讲牌不怕烂，他刚牌多烂啊，他刚刚糊了。他都在中动中动中动。行啊。败。哎，我的花都跑了。嗯。东。
人家常讲牌不怕起得烂，就怕牌不上。不上牌很厌世。四万。八。东。八万。南风。四条。南风。南。花。西风。二条。红中。九条。北风。东南西北。对，东南西北。皮。三条。哎呦，吃。谢谢你。白皮。一万。七桶。一万。发财。差一点，气质，我，你可以的。喂，哦，西，还有西风在手上，藏了个小皮包，五条，七万，起来，那个摁下去，吓一跳，摁对，摁对。不要怕啦，冲啦，冲了啦！你像最后一把的东风啊，现在不能不冲，对啊，不冲就等于来打麻将的，不是来安全的。没啊，谢谢大师提点，好有气势。宝贝，你看吧，反正快没牌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你下车了，二万。你看他，反正他下车，他就过关了。他没事就是好事。嗯，摸一个。大饼。八万。八万。哼。一万，他爱你。当上开锅。当上开锅。没有。哦，你海底哦，摸起来，最后一张哦。你放炮不怕？不要放给他就好。放过去了。他不要放给张一就好了。安全一点。五条。条。大家现在都以退为进，安全为主。八条。我海底啊。哎，对。你海底。来，牌倒下来。等等，老姜，你先不要摸，听什么？三六万。哎呦，漂亮。哎，来，还有吗？哇，四张，这么多啊！四张，六张，还有两张，六，哎呀，两张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两张就是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漂亮哎！啊，我们先看看上一层，不要，没有，一二三，没了，哦，可惜啊，没有办法了，黄庄。来，东风呢？张一淘汰。来，我们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上我们南风逆转胜。好，现在是我下来了啊。对，哎，可怕了。麻将打得真不好。不要再了解他了。打得真不怎么样。好，真的。麻将照牌理打。哦。你知道吗？这牌好的牌，你干嘛？这七八条那么好的牌去猜？那还别，哎，刚才是11233。他打个，哎，你打个一万，哎，他打一万，对，他打一万，你就要破，
那我们是不是还有233万？他那张10000一定会跟着的。你吃了就定牌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真是！我再加油，我再加油。然后反正我不看了，我也不会难过。不会难过，我也很苦。东风累积了6400啊！来，请问你累积的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学到了11233。来看四下的牌。庄家霹雳张。霹雳张。霹雳霹雳。霹雳啪啦张。来，文文的牌，加油。文林的牌。玉超。加油。好嘞。好，南风。霹雳庄。霹雳庄火花1234，再发一个北，北风，北翁，9个人玩，是，白皮，1个人玩，碰一张，好，哪个手要红中？金口一开一开，你看看，红中。八筒，九锁，痛，有9万9锁都你的。我发现我的故障应该都有人要。热门八条，热门，对，对，六锁，声音好沉闷啊，对，对，7条，哎，这奇怪了，这种牌7、8、9条碰，怪不怪？怪，异常。2条，碰一个，2条也被碰了，谢谢。3万，7找8找的，这怎么？8饼，5条，杠，是哪个？卡鬼鬼，嗯，那位。连着开，来6条，七，还好还好，谢谢你，�谢谢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3锁，碰，碰而已，确定吗？发财，上碰下，下放炮，哎呀。几笔？啊，6笔。好，哭了。你看吧，谢谢。3六，我也很害怕你下这张，因为我觉得3六好险。多厉害！你要打饼都知道。倒牌，倒牌，是不是？哦，打一饼吗？你想说东风狗啊？我刚才压我，啊，压10对啦，仇家啦。这牌打一饼就神啦，对不对？这牌真的是该打一饼啊，真的是该打一饼。如果贪东风有台的话，就会想要赌一下。不要贪了，对吧？你是贪东风吧？对呀，你这是4花，一台。好，南风你转身第2把来，啊，文文放下。耶，再吃吗？你开五了。我9，好，来看十家的牌。来，文文的牌，胡牌，文林。玉超，紫魔，霹雳旗，谢谢麻将神，来了来了，来出菜，北风碰，麻将神，在，2饼，春鸡，鸡，鸡。白皮，发财，发，黄，北，谢谢，红中，9条，3条，漂亮啊，漂亮，漂亮，一。东风碰，好，3饼，1饼，
巴索，西风。哎呀，你一个人玩？碰一个，但他好有缘。很有缘哦，连续两把。吴平，嗯，喊你胡了。干嘛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吓死！三万，太快了吧！三条三饼三万，都从你这边出去。嗯，真的，哪个会打？三万，什么牌打的呢？春鸡，救命！小白脸，九饼，南风，就挑，不喜欢。嗯，哎，嗯，南风太用力了。中，一样，红中。嗯，八条。哎呀，调酒。调酒。杠上，一。二头，九万，笑笑什么？对，好紧张哦，这个六条，气气吃，难，听牌喽，听牌喽，你还有南风哦，完蛋，不妙，没关系，不怕，不怕，有钱人。吃一张在怕，没有怕别人吃牌，嗯，对对，吃牌还好，怕别人吃。那五条，你怎么会这样子来呢？我靠！谢谢奶哥，这牌放炮了。嗯啊，不打八条，什么牌？没有放炮，找我。找你干嘛？九万，真的找你干嘛？要讲完呢？找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放炮。三万。白皮，找一个都没放，找你干嘛？八条，听牌没有打，打不听啊！好想看，好想知道，马上给你看，好，放心。白皮，找一个都没放，找你干嘛？八条，听牌没有打，打不听啊！哇，我想看，好想知道，马上给你看，好，放心。这一把牌要公诸全世界，打得多漂亮，这么的慎重，真的真的，找不到了，你这牌这样子转，二头，哎，绝招，没事，七条，哎，我这条，嘿，干嘛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怎么啦？没事，看到了，那是一张九万，哇，怎么刚翻的？倒下来。我刚刚要打七万，有没有放炮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看没有吧？我说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去找他，去找他，找你，找你哦，找你。找我，我跟你讲，七万没有放炮吗？我刚刚本来听牌，听四七万，我没听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听四七饼，我没听，打七万，打七万听四七饼。那这个牌太深了，你就没下。对不对？我没下，结果呢，我留着，而且我这牌好转，啊，我就打八条。嗯，哎，再来摸那个五万，靠了，再，哎，摸那个四饼，又靠了，好辛苦啊，厉害，真是，伤痛，二花自摸，二花自摸，心情好，你倒霉，我很爽，没事，两台，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三把，对，麻将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料事如神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啊九，好来看四下的牌，来，料事如神奶，奶赢，来，奶赢，一抽，摸一把，霹雳会，嗨，阿慧，来，文文呐，文赢，文赢哦，来喽，阿南，过，不知道过水痛吗？那么急什么呢？牌，好，九手，牌漂亮就不要过水痛，牌太好了，嗯，东风，他怕等等碰不到，哎呦。我觉得东南飞啊，啊，该不会还有别的吧？春鸡，发财，摸，
谢谢哦，谢告知。饼大，喂，不做大字写。你的一万，一万没有离我而去。黄宗，二饼，宗，二饼，黄宗。五条，九条，九条，五条，七封，八台。大头，吃一张好了，好哦，吃大头，吃大头，我觉得我要被骂，没关系，他没有在看，没有在看，奶奶哥没在看，你就轻松打，我不会跟他，我不会告状，好好好，对，芭比，观众会骂，我。八条，吃。南风，九饼，看看，嗯，有妖术，有血哈，来一张吧，哦，哎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八，你定要吗？我听你，我来说。哎，竟然用这种家常的闲聊，想要在节目上套他，好好家常哦。北风，一开始不就跟他牌不错，打到现在还没有听吗？差点以为干什么？对，好日常哦。实在是很讨厌的。齐慧竟然用这种路数，来七条，断人家心房，真的。我只能防你了，这个牌他又要告诉大家，又要公诸于世了。红中八条，打到我手上来，八条，六九条都拆掉了，又是白皮，你压到爽机子，你爽，哎呦。等一下，知道爽金在哪里啊？等一下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到爽金。我想知道，没事压一下。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奶哥。六头，七，五花，那我要放炮了怎么办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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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节目而已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又不是真的给你要七万，七万。没事，哎呦，干嘛呢？北风，五条，二万，没事，四饼，呀。二万，吃，还在吃，我还没听卡，一定听卡，那你完蛋了，已经听是不是？你要放炮了，你会放炮，你会放炮，三万不能打哦，三万不能打，你不要管他，不要管奶哥，二五八一路了，放炮，啊，五八万，五八七万嘛，打牌。还不能打，哇！我的牌人三六九，三六九，你看看，你们看到我牌没有？我就是没有走这边，真的，我猜有就猜六九条啊，我万子都没动啊，两家都要万万子，他拼了比较万子都没动啊，嗯，啊，屁股，拿
蓝风力转身最后一把，报告三家的分数。目前最高分的话是稳稳5100分。哟，最佳没有逻辑的打法，很开心。最佳预测的话落后了，现在是2900分。张琪慧4100分。哎呦，加油啦，庄家来，蓝风力转身，好，开门。来十四，看四家的牌。庄家预超的牌，逆转胜，错不来喽。对，然后齐慧有牌打都好，文文呐、有牌吃都好。来，我来文玲，文玲，出菜出菜。南，西风，南风，南，东。大家发财，西东，九万，红中，碰，来给你一台，一台，庄家两台，白皮，大家发财，白皮。小白脸，二条，抉择很难，这真的很难。我问你是，谢谢，不要，三筒，吃不着，二条，没错，五七。八条，哎呀，超烦的。胡同，白皮，一个人玩，碰，三条，坚持，睡，一锁，八条，动，九筒。七饼，西风，红中，三饼，紫南风，四筒，六。九条，九条，碰，胡了吗？二条，一条，哎，胡了？没有啊，你胡了啊？你不是说胡？我说你胡了。你没有，你没有调子啊？你胡是？没有啊？啊？你不说你胡？我没有说话哎。你说胡了？哎，我刚没有说话。哇，怎么办？齐慧，挑战吧，大神！你胡子？没有啊？啊？你不说你胡？我没有说话哎。你说胡了？哎，我刚没有说话。哇！怎么办？齐慧，我刚没有发出声音。我胡了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你胡了。你是不是发现笑到他赶快换？赶快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赶快。删掉节目是？我都知道了。删掉，还好我先跑。是不是他摸到的，我没办法。你们玩得这么开心，人家放了四炮哎，放三炮被你摸一把，有考虑人家的心情吗？
过分。这牌你看我们多会打，本来先编三条，有没有？他的牌的这不是二条一断，一条就要出来了。好了，是的，这是屁虎庄家牌，对不对？单调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毋庸置疑的，一艘呢在我们南风淘汰。来喽，两位啊，西风冠军战。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，东风南风呢累积的奖金是11500啊，刚刚是我累积比较多了，但是因为你们是观众报名嘛，还是啊算你了啊，来你开门，好，开门。像你们两个谁胜出的话，就是有多加5000的种子哦。好的，来11，好，来看四样牌，庄家文文，姚莹，奶奶，婷婷，婷婷，慧慧，感恩感恩，出菜，给你三饼。啊，哎呦，这太偏心了吧！我的妈！刚刚张毅送你下家的时候不是这样，碰一个碰一个，还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九条。九条，我的碰，碰碰。你们俩在干嘛？好啊，都赶紧忙就好了。请会吃鸡？不要，谢少平。八锁，六条。我的妈！九饼，一万，边边的，边边的，谢谢你啊。二筒九万，你剑不打，这个不剑要打被封，七条，七条碰啊！哇塞！老朋友还这样子回敬你六条，他呢？没事，是给蒙了，上条了。白皮，花，花，小白脸，小白呀，住了，两张六条。你扣一下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没关系，不急。二万，八条，七条，一条。五万，奶奶，二饼，九条杠，漂亮不？这张你吃，五饼，谢谢。怎么会这样？七万，二饼。四条，南风没线，南京莫山，什么？三六九，哇，那么美啊！好漂亮，真的，门清真的一莫山啊！啊，庄家我们四台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二把。十三，大家看四张牌，庄家徐乃莹、少廷、当当当当、齐慧，谢谢，稳稳，加油，来喽，西风，双西，三西，三西不能打一笔西风，不能一路归西，是不是？不行，对，不行，好，那红中，对，其他的，三个人玩。有红中，东风，
七封。五条。怎么会有这一张碰？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点，这个时间碰了这张，那我肯定打这张七万。有锁。东风。八万。对。谢哪个？不客气。七万。一万。些微的不开心。三副了。剧本不太一样。剧本不太一样。九万。这没有看到。南风。为你一张牌，好啊，三筒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九万，来，奶奶，奶奶，嗨下，高上，我进，雷听了，我听了，三万，嗯。我怕你已经摸过一把了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你都没有，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打会比较漂亮，不会被骂。算了，我不要。不要怕被骂，是不是？没人看到你的牌，骂不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自己会有时候打麻将，我会过不了自己难关，就觉得应该要怎么打会更好。是，回家你想太多了。三条。对。哎呦，谢谢奶哥。我不会就这副牌到最后。一条。重重负，起来，发财，放一个，谢谢，四条，四条哦，哎，五个人玩，不要，要饼子吗？婷婷吃一张，婷婷给你，婷婷吃一张，不要吗？六万，谢谢婷婷。二万，哎，白皮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没线，对，没事。三扑，小鸟，两只鸟，一万，四万，起来，这牌就这么可怜，摸不到啊，想来的不来，看起来很好，线也不线。六条，对，你还要？我还要。你胡了对不对？哎呦，你不要再吓人家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要胡了，是你胡了。你难道没有学会吗？胡我吗？对呀。啊，你胡什么？哎，六啊？哎，你打什么？他打六条。他打六条。我要赌。知道了，打胡了啦。他打六条，放炮啦。你打的吧？不是，哎，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。你打的啦。你打的，谢谢谢谢老板。哎，我牌有够。可怜了，我碰了五条之后就一直在单调，单调七万，单调南方发财二条六条都不来，都不来，碰死了也不来，还被没关系，放给我无所谓哈。好了，西风冠军的第三把，来少廷庄家，九，来看看四张牌，庄家少廷，可怜婷，张齐慧，好好谢谢哦，文文，我要自摸，李李，吃个北风。的跟北北九万，谢谢您，东风西风南风红中西分。大发财，八万，三万，谢谢您，阿发，七万，南风，阿南，
西。九索。乱。他们会笑哦。是偷笑的嘞。二饼。什么意思？进一张。五万，谢少爷。你说喂不到你，喂不到我，没关系，没事，谢谢。洪忠，那你喂得很甜的。三万，三 flower， 吃吃。九条，加盟。哎呀，鸡，再碰一个，我刚刚忘了碰。哦，刚刚的笑是二饼，可爱。下次尽量不要这样。四条。西风。大家发财。八饼。你用火了。四饼。哦。要交换。七条，你要火了？没有，没有办法，整理盘。哎，这个是吓到我，上次真的有吓到。这个吓到的是你的 partner。四万，我好难封，真的。哎，要换给观众看。要给观众看，难封。难封。好。留条。留条吃。吃不吃？吃喽。五条，不了。五条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要不要再看一下？没有，确定确定。我刚刚看很久，我刚刚看很久。你要拿牌尺去来说，你看看。你要学起来，太学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害怕我害怕。好，庄家台，好。好，西风冠军的最后一把。好，现在奇怪是9500，嗯，你的4100稳稳追分哦，啊，对，差啊9500的4100哦，差4400，好吧，加油，待会帮你算要胡几台，来，好，开门，14，好来看四号牌，庄家奇怪，哎呀，谢谢，马上，稳稳，我要三台以上，奶奶。婷婷，没有，很开心。好，要四波三台哦，问问啊。好的，来，请问出色，给个红，祝大家昂昂昂。他打上你就不要管他就对了。对，五花。好，一花一台了。有台了，有台了。一花门清，现在两台。哎，来个中。他自摸就三台了，一花门清自摸就三台了。红中加一花四台了。哎呀，抓走一张你的。红中。现在你自摸就赢了啊，因为一花他庄家，你要自摸就三台。OK， 没问题，我努力。小鸡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吃碰，可以吃碰了。对呀。好，一花门清。没有，一花庄家自摸就有了，他不用门清。没有哦，庄家是庄九饼，九饼再拿一个一花啊。没有一花在他家了，在他家了啊，算了啊。我扛。你发财碰出来啊，白皮碰出来啊。我好像没有哎，要喂你吃啊。6万。想看哦。你现在就是赶快听，赶快胡。赶快胡。白皮给你。没有。东风有没有？没有。依照我今天的气势，我7万送你吃，助你一臂之力。白皮。哎呀。难，北北，碰一个，哎，这好像没台哈，没有，你独听啊，等下听单调啊，单调一花自摸就三台了，一饼，哎，我为了帮你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本来会溜的，哎呀，你一杯底，再喂你一张。东风，中，一击，
吃。西风，西风，来一万。好孩子，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了。再来一炮吧。九秒。四万，三条，西风，四花，一万，谢谢，西桐。三饼。有往上三饼。九个人玩。嘿，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。哎呦，厉害啦！九条，我不会再放。一锁。火花，我有点慌。五饼，五饼，五饼，吃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吗？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哪个突然糊了？是。糊了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反正你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。对啊。命运注定了。对啊。命运注定了。二锁，一万，七条。不要我的，嗯，退休，啊，什么？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了。三饼，三饼，卡三饼，一摸四，留着不敢走。一摸四，笃定。谢谢大家。啊，好了，分数扣低一点，扣光，我们压力没那么大。没错。好了，这毋庸置疑的，好，张奇慧在我们的西风冠军战呢，恭喜，好，我们终止。谢谢。三位，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。好，今天累计奖金是19000块钱，你从此多加5000。好，谢谢。待会决战北风北流，如果还是你的话，跟我打是24000。好的。啊，你们三个谁胜出，跟他挑战喽。嗯。好。加油啊！一招，开门。14，大家看三家的牌。庄家回头。我一个。三一，我要赢，稳稳呐，复活吧，复活复活，来，北风，可吃可碰啊，好，东风，但是北风圈啊，所以是有台的，好的，一划北风了，一桶，一划，双一划，三台，哇。再一台，东打掉一台，可惜连着来。对呀，真的打掉一台。九条，白皮，先吃进来。嗯，先转哦，抱歉。七，中。发财，红中，一条，碰一个，二万，二条，
个万，九万，六条，四万，四万。五条，七条，七分，好多这个，好多好多音效。五万。这些麻将啊，真的都是段数太低了。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打。这个不打五万吗？不要转，不要转，三万。五花。北。五万。二筒，七个，六万，十，八条，胡了，打的什么麻将？庄家一台。败不破绽的第二把，来，张一庄家。五，来看三家的牌。庄家将一，开胡。文文，再摸一把。玉超，开胡。出菜。西，西风。黄。东。南，碰一个，喂，先把牌拿进来，有三个人，不急不急，九条，发财，红装。八万，碰一个，九万，九万，一条，一万，中。碰，先拿进来。啊，碰。碰碰，先拿进来。四条。忍不住。六条。一头。一万。三条，一条，三条，六条，一饼。六条，八条，什么？五万，
拍倒下来。五万，倒白。拍倒下来。嗯。好，红中庄家四摸三台。嗯。好，现在是我们败部复活战的最后一把，给你们三家报告一下积分啊。好，目前最高分是刚刚自摸的张一7800分，卫冕者啊，来文文4400分，玉超的话落后哈2800分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常常最后一把会逆转胜哦。对，嗯，有机会。因为大家因为反正输那么多分，就是什么拼做牌。对，做牌有时候一自摸，那就过关了。搏一把啊，文文庄家。冲啊！12，看三家的牌。庄家稳稳的牌，冲！来玉招，摸一个。张一，我来我来。好来。出彩，肥。肥。你四花一台了，你要摸四台。一摸自由了。咚。你们看手里如果碰碰啊，啊，会有臭臭，也就有四台，也可以做，想办法，努力啊。花，南风，南风，你要的二花都不来，对我那么多，对啊，南朵花没有二花，噗，那如果等下七朵花呢？嗯，七朵花就回家自己欣赏了，可以拍照留念，白皮。二条，一桶，发财，八，七条，三条，二万。九万，一万，哎，二花来了，来别人家，没有二花，八条，坦牌哦，五条。三条，吃。五万，五条，没有办法。三万，一二三万，舍不得。一万。干了，不能吃啊，吃的没牌了。好，靠自己。很难玩了。五万，五条。8万，一条，
发饼。哇！好亮！哎呀，这个第二张还倒下来。我们做到了吗？还倒下，看看，这样都知道哎。哇！刚打了一张八饼的时候，还是这样子啊？嗯，没有。你刚刚已经有打八有一张八饼了。哦，那少看到了。哎，对，我少看到了，鬼遮眼。啊，这有点难。真是的，哎。那我很自摸哎。嗯，是啊。嗯啊，没关系啊。干嘛这样？啊？不想要连庄是？等下有事是不是？好了，毋庸置疑的，所以咱们败不复活战，恭喜卫冕者败不复活。你要赢他200，你只要过一把就好了。好，来决战北方北。好，马上我们的败部复活战，19000啊。这个种子呢加5000是24000，看谁胜出。那你若两把，好要胡两把不容易哈，这些一切都是命的。对，对。好来，现在是你庄家，是来，好，下四是，来看两家的牌，来齐慧的牌，谢谢张一，谢谢。出生好，九头给你。9万，好哦。瞧瞧，那九头可吃可碰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正常。吃不行，给你吃一饼，谢谢你。送你一张牌，两个人玩。哎呦，真的，谢谢，真的，直送啊，直送没有问题的。是啊，是啊，该送就送。是的嘛，这样你知道什么叫礼尚往来吧？知道。照牌里打，你不用想太多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这有点还是手气还是很重要，两个人。没错。再送你一张，不行。6万，6万，3万，一桶，5饼，4饼。5饼，啊，丁我，吃不到，丁妈妈，好了，7把奶，6、7，你都不要，不要，我希望你可以喂我吃一张，一张就够了吗？也不好说，8饼，先一张，先一张就好，高完，9饼。5万，5、6、7，8、8、8、8，8条，1饼，一样，8条，3、9，绝章9饼，9张7桶。服了！哎呀！哦！哎，你们两个人的牌牌还很多哎，14条、36条，对，看谁手强。真的，我都紧张了，真是的。你看看，牌本来不怎么样，被你做起来了。对，好，1比0，你再赢一把，你也是赢一把。对，现在是决战点，谁胡谁就赢了。好紧张。来喽，下一把。决战北风北，终点站来，现在是张一，你开门，再赛，你赛赛，哎呦，吹，四，来看看两家的牌，来庄家张一的牌，看，你看，张齐慧 ，Hello 哈，来，出声，要我要先摸牌吗？不要，你要不要张牌？开过门了，开了，就这样，碰一个，
一锁。酒桶，烤箱，酒瓶。一万。馅饼，二万，八万，八饼。不要转，不要转。我焦虑，我想要焦虑，只是打个牌而已。思考一下，我行，五饼，五饼，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认真的等我一下，四饼。四饼，八锁，一锁，一锁是我刚刚上一把听的。干嘛？吓了我，吓了七饼。哎，我们先讲好，听牌先说。四饼，人家不理你，你有听吗？我啊，你不要先说嘛，你倒是说说啊，我听了，你听了，你要先讲啊，我听了，我说我听了，你听了吗？还没，你要一进还没啊？那我们拼字摸好不好？拼字摸吗？不，然后我再把快点，快点，节目时间有限，真的很紧张。不会啦，你就哈。你也不知道他听什么，对，你这冲了啦，两个人的麻将，这怎么冲了？七万，没事，没事，八条，五条，吃，来给你，吃出来，吃出来。好紧张哦！不要不要，再丢丢丢丢丢丢！五条，吃，来给你，吃出来，吃出来，吃出来，当然，嗯，好紧张哦！不要不要，再丢丢丢丢丢，好，没那么那个，哈，要修哦，掉头，好，真的是，天哪，真的是，没办法，我又来了，嗯，听得不好，听得不好，对啊，他一二比对倒，听得不好，就这么刚好，听这个我就自摸了啦，对啊，嗯，再进是猜，被直落二，逆转胜，没关系。恭喜啦，张英逆转胜成功，一万九，来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恭喜张英啊，逆转胜，哎呦，直落二，对，真是的，你看这一身红穿的，你看，没关系，是我女儿帮我挑的，哎，这样子哈，对，我还是不错啦，有打大麻将就 OK 了，打大麻就 OK 了，来看看你，而且节目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子，好了，今天没办法晋级呢，我们送你们养生技能蛋，好不好？你们补脑补眼，需要需要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你今天是只有一万九哦。没关系，有钱就好了。但你不见会赢吗？不会耶，不要自然打击人家了。来了，开门。真的最后一把喽。
真的抓一把了，因为我不是张琪慧啊。九，哪一个旁边看？诺你，我可以换位置。九，诺哪一个？给我好牌，哎，我要赢你几把。你要赢我一把就好了，一把就可以了，一把就赢了，一把就好了。决战杯分杯19000，来看两家的牌。庄家张一，赢钱。好，喜奶奶 ，Go Go， 出彩。八筒，八饼。哎，准备要打你的嘞，八饼啊。嗯。哎，这个牌不好。来吃7万。No No。那两个人也不知道你要不要，对不对？打什么？7万。请跟着我打。10000。9条。炮。哦哟哟啊！也被看到了。看到无所谓，看到他也不能知道什么。被砍光光。3万。3万。哎，跟着我打。弱你。哎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8条。4筒。哎，太快了这个牌。扯爆。3条。下牌，你在扯爆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真背。哎，9万。8万。4笔跟你打。7条。挑战吧，大神。8万。4笔跟你打。7条。金牌了哦，还没，还没，我还没。一个人玩，1笔，哇，3笔，被你挥掉了，挥，好紧张哦，哎呦，帮我再站起来，我们旁边的人都很紧张，不要转了，焦虑了。对，你听牌了就要打啊！5笔，吃，糟糕，打什么？你知道打什么？你听了没有？没。你有没有骗我？我会骗你。没有，你会骗我。啊啊！我看，我看你会听。哎呀，干嘛？骗了吗？对不对？骗我。打这个没事。骗我。打2笔没事，奇怪，奶哥真的，你也可是也没有我的牌，我对，刚好还没卸，对啊，打2笔就没事，可惜，哎也没你的，也没有，我那张很珍贵，那边怎么都没有，我有，来吧来，你的先来耶，来，你的先来，你的先来，如果你这样没有放，就是你赢了啦，对啊，好可惜哟，想说8筒你不要，对，跟着我，哎，重打重打好了，打不起来，不行啦，可以，不行啦。重打！你又没有奖金，奖金。那这样，我现在给你两盒，好不好？那么辛苦，打给他2盒蛋带回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新节目宣传一下。好，我的新节目呢是越来越好吃，我知道，不用拿板子给我看，我不会念错了。然后呢是在这个霹雳台湾台，然后是每周一二的晚上6点到7点会播出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观众们，好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想要报名的朋友，帮我直接上脸书粉专报名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